他应该不是那种老叶子，比较难砍的。他已经把那东西给挖掉了。它本来就是一个青椰子嘛，它把那个皮给把那种厚皮是啊，把那厚皮切掉了，那种绿绿的那种是啊。慢慢 QQ 弹弹的，这个皮是挺薄的啊。大包啊！啊，大包。